7月29日14:51许，无心驾驶汽车撞机车，由屏东市博爱路西侧起驶欲往南，诚心驾驶汽车不撞机车，沿同车道同方向直行，双方发生碰撞，本案造成无心驾驶伤重不治，诚信驾驶轻伤。经酒精检测，诚信驾驶的酒精浓度为零，无心驾驶的部分仍在鉴定当中。警方呼吁，车辆起驶时务必注意有无来车，并优先礼让来车先行，避免发生意外。